情虚幻，锦绣江山容不下爱恋。百花残泪泛滥，繁华烟熄终聚散，寂寞苦青春短，人生难。百花残谁心凉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骗我的？从大师兄说要出宫带我去见你，我便想，如果我带着天明跟你一起走呢，我们能躲去哪里？如果我带着天明跟你一起走了，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追杀你，而这也是我最不想见到的。如果真相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，那我为何要告诉你？如果当初知道天明是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会去寻找什么剑谱，我会放下一切，哪怕是做一个平庸的人，我也会用生命去保护你们母子。即使是对不起师父，也好过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怪物。师兄，听我一次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去找秦王。我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你已经完成了爷爷的遗愿，你大可以为自己而活。我已经让大师兄把天明接出了城外，所以你可以和兰儿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好好的过日子。如果你一定要上殿的话，无论成败都是死路一条。天明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爹，我已经对他很残忍了。师兄，你可以不要对他这么残忍。身上背负着田光先生和樊将军两条人命，还有燕太子丹的期盼。现在我除了往前走别无选择，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。田光先生他已经走了。为了替太子殿下守密，也为了激励我，他以死明志，好让我心无旁骛。无论成败，我都必须要试一试，哪怕万箭穿心，曝尸荒野，我荆轲绝对不可能苟且度日。这也绝不是师父所期盼的，丽儿。当我知道天明是我的孩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误会，对你的不谅解，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。我是多么想见天明一面，可是这一切都太迟了。师兄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你不用自责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因为这样我才更难受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过多少，
灵儿，在我心里，我这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，只有你，灵儿，只有你。 奴婢参见大王。大王驾到，丽夫人可在宫内准备迎接了。丽夫人呢？大王饶命，夫人她……怎么了？大王，夫人不是身体不适吗？怎么不在宫中休息啊？ 躺了一天了，实在是有些闷了，出去走走。去哪儿走了？就是在城里走走，没去什么地方。中常侍大人，微臣在。将丽夫人带回宫中，没有寡人的允许，绝不准她擅自出宫。诺。 再两日，北燕使者就要上殿归降。为了夫人的安危，还是别轻易走动的好。丽夫人，请回宫吧。起来吧。 进来吧，兰儿。秦大哥，我舍不得你。兰儿，我身上已经背负了太多条人命了。 兰儿今天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你。 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愿。
时光的今天，却斟不过早已笃定的晚，谁还在谁心欢？若心不安，不能故作喜欢，红尘是非你对我的情，今生无以为报。如要来生，愿你只是我的妹妹，让我用一生去照顾你。追逐他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？兰儿姑娘，我好舍不得你啊。兰儿，代我向葛大侠问好。嗯。金大哥，我保重。兰儿，走吧。谢谢你，你要幸福，是靖大哥对不起你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。手刃了夏侯鞅，报了你娘的仇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呀？别再想荆轲了。爹，天明不是秦王的公子，是丽姐姐跟金大哥的孩子。什么？公孙姑娘和荆轲？天明一直被当作秦王的公子，在宫中抚养长大。但丽姐姐知道，金大哥就是燕国派来的使臣之后，她怕之后的事情会波及到天明，就让韩大哥把他带出去了。那么，孩子现在在宫外。现在韩大哥应该正在想办法把他带出秦国吧。我真的好担心，秦王现在一定在四处抓捕天明，万一天明被抓了可怎么办？现在当务之急是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天明，
天明，寒山叔叔，我不想走了，好累哦。天明，眼下秦军已经出动，在四处搜索我们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等我们跑出这片树林再休息好吗？寒山叔叔，我真不是我父王的孩子吗？那父王他真的会杀我吗？你别想太多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他就会有答案的。这样，韩叔叔，你跟我一起回宫，我不信父王会杀我，我会跟父王解释的。天明，叔叔知道你累了，这样，叔叔跟你玩个游戏，看见前面那片树林了没有？我们两个人比赛，你往林子里跑，你要是赢了我，没被我逮着，你想要什么愿望我都帮你实现。韩叔叔，真的吗？我说到做到，但是你得先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保命优先。那好吧，来，去吧。韩信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取道立身？那还不容易，函谷关有虎贲军把守，你要离秦必然选择华山、太白山或骊山。太白山太近，华山又太险，对带着公子的你来说都是危险的选择，因此你自然会取到骊山。我有说错吗？寒山，你真是不知死活，大王的公子天明你也胆敢带走？我劝你立马将天明公子交出来，咱们兄弟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想要天明得先过我这关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休想从我这通过！哼，臭小子，挺能撑的嘛！兄弟们，上！
当我打算进宫，我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。我曾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保护你，直到我死的那一刻。因为我无所畏惧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他。只要我活着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丽儿。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立刻要了你的命。我不会再让丽儿待在这禽兽般的牢笼，我要带她走。你不配做她的王。谁敢动她，我就跟谁拼命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绝不再让你受伤害。师妹，师兄只能保护你到这了。扶他走。还好吧？兰儿姑娘，天明，天明在树林里，你快去找他。好，那你坚持住。站住！谁让你们走了？可逆！来这里做什么？别碍着咱们兄弟办正事。欺负江湖晚辈，捉拿黄口小儿，也算是办正事。老夫一生最看不惯仗势欺人，只好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呸！好大的口气！葛念，我管你什么江湖奇俗、武林高手。今天我们兄弟四个人联手，就不信打不过你，是吗？试试。韩少侠，韩少侠，葛前辈，天明呢？兰儿去找他了，你不要担心，应该没事的。
身有个不清之气，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。说，还能跟你快说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我们一定答应。以后天明就托付给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把他抚养长大。韩叔叔，韩叔叔，你不要死啊！你不要死啊！天明，你不用替我难过，人人都会死。从今以后，要听葛爷爷的话，他是个真正的大英雄。韩叔叔，天明，你记住，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。韩叔叔，韩叔叔，你不要死啊！你不要死啊，韩叔叔。师妹，夫人可以用膳了。青儿，你上来坐。青儿不敢。来。青儿，从我入宫以来，我就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亲妹妹。你对我如此之好，但是你却因为我的缘故受了很多委屈，实在是对不住你了。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您是青儿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了。青儿服侍夫人那么多年，夫人不仅没把青儿当成奴婢看，反而把青儿当成自己的姐妹。青儿心里面很感激夫人，无论夫人要青儿做什么事，青儿都一定办到。青儿，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件事，你一定要仔细听清楚了。嗯。明天就是燕国使臣荆轲进殿的日子。荆轲他是我二师兄，我现在想求你帮我办一件事。嗯。我想让你用迷魂香将我师兄迷昏，再把这个手帕留给他，等他清醒之后看到，便会明白。千万不能让他上殿。青儿姑娘，荆大侠，我们夫人知道您明天要上殿面见大王了，所以特地令青儿给您送一些可口的酒菜。有劳了，请进吧。
多谢。青儿，我托你办的事办妥了吗？请夫人放心，青儿已经办妥。夫人今天真漂亮啊。夫人，您该休息了。这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，夫人还是歇一会儿吧。我又怎么能睡得下呢？夫人，这是青儿专门为您熬的参茶，您喝一点。这天气凉了，夫人还是喝两口暖暖身子吧。先生，樊将军，今日荆轲将上殿赐寝，本宫今日祭奠你二位，望二位在天之灵护佑荆轲成功，护佑我大燕重燃希望之火。千秋霸业，留名千古，就看今朝。荆轲。秦少侠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是。哎，荆轲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去拿好地图和那个铜像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好。大王，邓真要去。有邦来使献降，寡人身为一国之君，有什么理由不去？大王，你明明知道此人是燕丹派来刺杀你的刺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？不如让朕先派出替身，查查此人的底细，然后再做定夺。不可。寡人是咸阳之主，大秦之君，以后更是一统天下的天子。区区一个刺客能奈我何？
更何况寡人早已明白他的意图，预先布局，就算他有通天之能，单凭他一己之力，难不成能越过齐军杀了寡人？笑话！大王，燕国使臣已经入宫了。很好，大王，恕臣斗胆，臣还要问一个问题。大王执意要面对此人，是因为厉夫人吗？走。你口中所说的和平根本就不是和平，你想要创造出来的是恐惧暴政的天下罢了。所以你要杀了寡人吗？是。来啊！
是相思滋味，只为你憔悴。望穿秋水，泪如流星下坠，对镜花儿美。